非常的那个高兴，也非常的荣幸啊，能够应邀前来参加由这个北加州台湾语文学校所主办的这个105年海外台语教师的这个研习营的结业仪式。来这边我一方面是要向各位来参加这个研习营的这些老师啊，大家这个致意跟祝福，而且也要一方面来向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北加州台湾语文学校联合会，来表达感谢之意。我们大家都知道，北加州台湾语文学校的是2002年就成立了，在过去14年当中啊，从成立以后就一直非常的努力，在推广这个台湾的母语，包含了这个台语跟客家语，台语跟客语的这个教学推广以及文化交流的活动。在这过去这些年当中，它除了有跟这个就是每家各地的这个台湾学校联合会结合在一起，来办理这些就是巡回的教师研习营以外，2009年又跟侨委又结合了侨委会的这个客语讲座，还有2010年又结合了侨委会的这个台语讲座，后来定名成为这个华客服台语教师研习营。那在过去多年来呢，就这个教师研习营呢，就是对于就是我们在海外这个台语台客语的这些教学啊，这师资的培育。还有教学品质的提升以及文化的交流都有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那我今天刚刚又知道，就是说曾会长今年又特别的加入了一个，就是说做16岁欢喜转大人，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一个那个台湾的这个民俗传统嘛。那通过这项非常有趣的这个，一方面让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这项有趣的民俗传统以外，也可以让我们海外的这些子弟啊，能够了解说，转做成人、转做大人以后所要负担的这个重担跟责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在这边要再次的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些这个主办单位，这个曾宏图会长的这个费心跟努力，也这个恭喜各位那个参加研习营的老师。同时我因为现在另外三位那个教授因为现在不在场，也要谢谢三位教授啊，就是说这个远道来这边教学。好，感谢各位，也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客家人是提浙江，长啊，甘蔗的蔗。我们因为客家人以前呢，除了种茶以外呢，也有在种甘蔗，所以是挑那个浙江，也代表说现在呢是可以啊，这个挑那个重担的哈。那还有一个呢，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历史哈，16岁呢在台南这个古里哈，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台南呢这个港口有5个经济港，他们以前都会用童工去搬运东西，就是挑夫了哈。那么呢，你如果16岁以下，你就是拿半薪。所以在16岁那一天呢，你登短廊的时候呢，他的家里除了亲戚朋友请了，也会请他的工头，就告诉他说：“我们这找了鬼哈，明天开始可以加倍 double， 就拿那个成年的薪水哈。”山上的原住民。那么他16岁的时候呢，他家里就请他到山上去打猎，打到了那个山猪啦，还是一些猛兽啦，大熊啊。但是万一家长都很不放心的，偷偷跟去，然后万一有危险，就把他解救回家。只要你是被救回来的，你就没有过关了。所以说，你遇到了大熊，或者是老虎，或者是野猪，你没有办法，那你就是好。我们这次有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试探，你觉得是老虎要出来还是大熊要出来？来看看。哦，在这里是我太太，是我太太要试探。什么？我来，不是。哦，好重。哦，这个客家人哈、哦，想出来的办法本来是挑担子，但是客家人的地方，他就用这个东西来挑重担。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从此系你们人生奋斗啊，会很辛苦，但是你们记得在中途的时候要。要休闲，要休息一下子。来，我们先一个来，这是好。
恭喜你！哇！哇！好厉害！他已经成功了100分。好了，够了。Any kind of language, we use it for major parts of our oral organs. Okay, so tell me, no exception. Okay, so and let's do this way. Okay, for you young guy, can you please in Taiwanese? This is not joke. Three people. This is not joke. Okay.All right, so then we can compare. Oh, what they are in Mandarin and they are not in Taiwanese. Okay, so I'm going to read. Okay, purple moon. Moon. Oh yeah. Yeah, right. Yeah, she can hear, right? And this. The no the
Yea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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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And g, g, h, h, and g, c, c, g, c, c. Okay, zu, zu, su. Okay, all right. So yeah, but this is not enough. This is just cut from the rendering or performance or ping in elements. So this is not the rendering. Pronunciation element cannot cover Taiwanese. Okay, so you know, so here we have vowels. So this consonant and these are vowels. Okay, so R, this O, R, A, E, U, let's start from E, U, R, O, E, A, I.好安安安安 OK象形文字就像那个图案，有没有看到？刚才都说有三只像手指，像脚趾头一样，就是这个站直啊，走路的路的一边都有这个盘啊，这个偏盘啊。你看它就是啊，你看看这个图啊，就是在画这个图的意思吧？看得到吗？它的脚，这里还画出有一点点脚，对不对？然后上面有一只、两只、三只拇指啊，三只画了三只了。其实我们本来要五个才对嘛，他只画了三个。
好，这个值就是这个意思。你脚就被我停在那里，那就是 stop 的意思，就是停了，止，停止。你看这上面不是山哦，是这样，上面有一只脚，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只脚，对不对？他的脚已经走出了这个范围以外了，就出去了嘛。有没有意识到呢？这画给他看三只哦，所以我故意画的吧啊。所以这个老师哈、哦，只要忍耐一下，只用三只画给他看，然后你看，你这三只是不是出来了？哦，这样出来了。看吧，这里就是刚才这个地方城池啊，有没有？城池啊，对不对？啊、哦，这是一个城池，然后它出来，这是一只脚出来的嘛？看吧。看清楚，三只手脚趾头有没有看到？一二三，小朋友，你知道出去他有没有出去啦？小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好，希望他记住了。是这样，去也是一样，就是这样去的。这一次我不用用黑的上面买，没有用三只脚，我用这样出去的，有没有看到？因为他这里画这样，有没有看到？画两只脚亏亏我，就是这样子走出去的。我是画成这个样去，好，出个气，我叫小朋友就这样，出跟气就不不也包了，就这样。对，好，那么讲这个刚柔的时候呢，比较刚健的是蓝好啊，就是重颜色，啊，像这种像褐色的这种啊，褐色的这种啊，是蓝好，蓝好很挺，它是写行书跟草书用的。那另外一种呢？拿开来，全部是白的，然后很柔软，啊，那是羊毫，啊，羊毫呢是写篆书跟隶书的，啊，那么如果说两者把它结合在一起，啊，有刚有柔的话呢，叫兼而有之，对不对？叫兼毫。所以呢，我们在写行草书，我们就用羊毫，啊，写篆隶书写用羊毫。那么写楷书，为什么楷书用兼毫呢？因为你如果说品学兼优，兼顾的兼啊，一根米高啊，这个因为呢，这个楷书啊，你如果说用蓝毫写太硬，啊太硬，它那个笔啊，你如果说这个用力不当的话呢，它会那个笔锋啊，它不听控制，啊不听控制，因为毛笔的弹性太大了。那么如果用羊毫的话呢，这个又太软，又带不动，是吧？所以要刚柔并济。
怪的人。这个是就是客家，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是客家一股心。这个啊，它有像有像啊，像。看你这个那个扣子，扣子颜色好像也是很传统的。朋友送的。你今天送你这件衣服啊，哇，很好哎，送一大个。不过你这个，因为你身材不错，所以要随便送你就可以穿了。我说就送你两块就够了，送了人家不能穿。要是台湾买的，对呀，在台湾，那你拿台湾吗？台湾衣服帅，真的，每天都可以穿。我在台湾衣服都不用付钱，因为它是。